哦，是哲理的新皮肤啊，那个大礼包，哲理的那个屏幕大礼包，搞什么厉害？用这个吧，巴卡利的，对吧？哎，我没选啊。哦，我没好，我没好。哎，我操，装备买错了。来，打，就是玩一级团。我怎么学了两滴呀？哦。打不过啊，我这失误了，我学出技能了，双剑灵兔不是大招鞋吗？我没学出。Nice， 不是我学错了呀，我没学 Q 呀，我真是服了。赶紧先升个四级，你想怎样？我操！吓我一跳，我忘了他有木木大招。没事，我在这干他。身体好慢啊！谁搞了个奶妈大？静，真有你的！这静学个奶妈大有点恶心了吧？真有你的！哎呦，操！是这么快的吗？红包。我感觉这个图选那种大招。选可以受益五个人的大招，厉害！刚刚奶妈大啊！他我少个技能啊，主要是奶妈又奶一口，不然我应该能打得过这个火车王。你谁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？死疙瘩啊！对面一个死疙瘩，一个奶妈大。我靠，待会奶妈大又好了，好像。可还行、啊，兄弟们，这不护着大招，然后到了他，我再传过去，再一起来。我死了吗？移形换位，怎么说？一起来再踩一下。带走，帅气！他跳我，我再 Q 过去穿他。哇，这个穿他是很帅的，你们可以学一下。虽然这个是终极魔点，有点娱乐啊，也是愚人的小技巧，什么时候都能用，什么时候都能用。我们塞拉斯大招好抽象呀，我们这大招流出了个塞拉斯大招，然后塞拉斯大招在对面抽对面大招，
我感谢金风路，谢谢春青男孩的超粉 plus， 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。今天还可以啊，直接中了，中了两个吗？两个，可以可以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的 plus。妖精闹麻了，这么慌。我走，我就打死你。吃完吧，怎么样？应该能吃完的。哎呦！我不行。他这个复活时间好快啊，几秒钟就活了。没事。放两个再穿过去 double Q nice， 刷钱很快，我马上无忧了。秒他，把塔拆了。哎，那你我也走吧，我也走了，我也走了，追不到我，追不到我。进化 R 的，可以换大招了吗？还有兔子，换个皎月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阿闪，就和游泳一样。再给个标题，等一下。和谁有一起摸点？这样写一下，不然你们认为我没在打排位。来，乱杀呀！死啊！哎，他这个双 buff 不能传承了吗？小鱼的无限活力是什么？我这还真不知道，不会玩呀！我死了。
住。哎，哦，我怎么触发电刀了？出十个大，这么烂。我去偷家了。我应该还是用兔子的就好了，兔子大招把他留住。要啊！魔点还有什么英雄好玩啊？可以玩个别的，就是可以有那种大招配合的。别怕，我这个装备够暴力吗？各位大刀直接皎月你。你比我抽象呀，哎呦。来个沙漏。我能换大了。鱼人还能配什么？哎，我怎么全是一样的呀？哎，我喜欢玩镜，兄弟们。包完了呀，我鱼鳞配镜的大招怎么样？强不强？不喜欢玩镜。我进，我是不是还能触发银焰呀？这样，银焰风暴，我靠！我必须来试上一番，各位，都别跑。都别给我跑哈！我先把线带过去。罚站，我罚站什么呀？我远距离狙啊，我又不是靠近他们的狙啊，我超远距离狙击的呀。看到没有，都在炸死。
先破高地好赢一点，好吧？我高地破了，好赢一点，用不上了这大招。OK， 开个 Q 币兄弟们，给你们先开个500，好吧？嗯，再打个3吧。